阿嬷，我家己袂认得，好啦。嘿，我是那位。哦，我是阿嬷。阿嬷，你敢开讲？头摆甲阿嬷开讲，讨论讲会使甲阿弟阿妹安怎拣水果，安怎拣菜，安怎拣肉，安怎买虾啊，安怎？嘿嘿，啊，一直笑一直笑，健康好食。教你安怎拣较好食，就迄感觉出来时阵，就甲恁讲哦。感觉出来了哦，啊！你要来拣感觉，把它钓时的时阵就跟伊讲，哦，即马把它钓时哦，阿弟阿妹爱去买把它来食，啊！你要安怎拣把它会较好食？甲你讲，要安怎拣猪肉？倒一个猪肉是倒一个部分，安尼你倒一个所在拣起来较好食。阿弟阿妹啊，你有听？啊！我遐讲要甲你买菜、买鱼、买肉。刚有诶，都无爱食虾啊！你叫伊。阿妈，啊有诶人爱食虾啊！啊，你若是要学讲吼，要安怎拣迄油啊？我嘛使甲你讲。我遐搞诶，我。阿妈，你怎怎讲？我遐搞诶，遐搞。我实在做者迄最厉害诶煮食，所以呢，我也是唔捌，我著去甲伊问就好啊。你读册啦，无用。你读册哦？你读书无？你上班呐、啊？你也免吼，下课哦，看影片，再甲你讲哦，你会较好。啊有？要不然阿妈要不下课啊？要不然有啊？要不然有啊？选菜、选水果、选肉，或是选油。还是跟阿嬤，阿嬤你敢先跟？跟啊！跟阿嬤。阿嬤不要偷跟。系啊。阿嬤袂刁。刁啊！要袂食。阿嬤袂好遐啊，遐歹人故乡。你订阅了吗？点这两边可以看我们推荐的其他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别忘了帮我们按个赞。一定要点这里订阅我们，每天晚上八点半准时收看新影片。哎，好，这谁？大力人王。